光巴士。我想看，我想去。有观光巴士进去城市吗？有租车进去城市吗？有一日游吗？有半日游吗？有早上游，有下午游，有晚上游。一天要多少钱？要多少钱？我想要一位会讲英语的导游。我们要去哪些地方玩？要用多少时间啊？包餐吗？几点出发？几点回来？出发地点是哪里？我可以在饭店搭车吗？我要在哪里买票？我可以在饭店下车吗？这个行程要多少钱？有预定座位吗？